저희 진짜 둘 다 되게 웃긴 커플인 것 같아. 진짜. 아니, 너무, 둘이 너무 잘 어울리고. 我们就是为了防止 rain 来撕我们，所以打了一把伞。就是为了防止下 rain。 可是小时候妈妈告诉我，在室内打伞会长不高的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你也已经长不高了。我勇敢勇敢长敢长敢，每个女人的人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咋了又在，每个人的心事还真奇怪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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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收费。